这个裤子呢，为什么穿起来后会让我们有高五公分的感觉哦？五个 centimeter 的感觉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的它有一个七种不同的剪裁方式咯。OK， 第一个我们脚穿起来修长呢，你看到它这边的剪裁方式是直线的嘛？所以当你穿起来的时候，它把我们的整个长腿啊是拉长了咯。这个是第一个咯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这边是我们的淋巴穴位，对不对？从前面到后面，它是比较薄的偏置方向。OK， 是第二个。那么呢，来到第三个，我们的臀部呢，尤其是这一边啊，一般上外面呢，你要扯成这样的东西是扯不到的。你看啊，从这边来到这边哦，它的是没有杠哦，没有那个 joy 的，它是直接从这边，它的偏置方向是从这边的脂肪推去前面，这样它才可以 hold 住我们整个的臀部。而且它来到前面的时候，它转去哪里？转去前面中压了，来到我们的腹部。OK， 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那么第四个方向呢，就是我们女生呢，一般上呢，就是我们的盘骨这边会比较宽，对不对？它也会有个在后面哦，它钉进来的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第四个，就是这个手啊，手可以拿上来的，可以动的，还有引脂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过后这边就是把这边的脂肪再压进去，第四个偏置方向。那来到这边它要 hold 着嘛，对不对？就第五个偏置方向。来到这边，我们的腹部是脂肪最多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来到脂肪这边呢，我们的腹部呢它是 double layer 的，它可以 compressor hold 着我们 support 哦，压缩我们这边，然后推上去，把脂肪推上去，然后把它干崩。所以一二三四五六，那么第七个是在哪里？就是在它的臀部这边，这两个 pocket 最重要的。一般上呢，我们的 collagen 在这边嘛，哈，要有那个弹性呢，穿起来就是更挺哦。所以它的剪裁方式是推上去 ，OK， 用两个 pocket hold 住，再把脂肪推上去。所以你穿起来的时候啊，一般上呢，穿起来就会像美女 queen 这样美美的身材。而且呢，好像我们如果是身体比较。大的话，它这边呢也是多一个 holding 的。你看它整条裤子哦是没有借口的哈，从脚这边一直上到这边也没有借口，就是来到这边就第二种不同偏置方向，来到这边就第三种，来到这边第四种、第五种、第六种、第七种。所以你讲是要用一个很 smart 的 technology 才可以偏置成这样漂亮的一个 contouring pants。